想象一下，如果您现在就可以获得被动收入，您的生活将发生怎样的改变？如果您每月能额外赚取100欧元、1000欧元或10000欧元，会发生什么？您会开始旅行吗？或者您会获得第二个学位吗？或者您会买一栋新的房子吗？在当今世界，无论是一份好工作，还是一张名牌大学的文凭，都不能保证您未来生活的幸福。曾经有利可图的投资，如股票指数、石油和政府债券，已经不像以前那样有效。是时候开始新的生活了。今天我们需要不按常规工作、不受外部影响的解决方案。我们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您，解决方案已经被找到了，我们的团队已经创造了被动收入的来源。我们将为您介绍终极加密货币 Ultima。 有了 Ultima， 每个人都会在加密货币市场中发现许多机会和巨大的盈利潜力。 Ultima 的创始人亚历克斯·莱因哈特是一位风险投资者、连续创业者和国际商业教练。根据世界领先的商业出版物之一《美国企业家》杂志，亚历克斯·莱因哈特是对加密货币行业和区块链技术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十大人物之一。亚历克斯在国际会议和论坛以及数以千计的活动中，就 Ultima 进一步发展和增长的机遇和战略发表过公开演讲。 Ultima 是一种利用区块链技术创造的数字货币，使加密货币变得更加方便和容易了解。用户是自己代币的唯一持有人，他可以自由的、廉价、快速、安全的接收、花费、转让、存储、继承自己的代币或执行其他的操作。 Ultima 加密货币可以及时转账到世界任何地方，无需中介。它的系统全天候实时工作，具有极高的系统安全性、独立性，而且完全匿名。Ultima 还可以自由兑换成法币和其他加密货币。 Ultima 是一种大众的加密货币，拥有强大的基础设施和遍布120个国家的庞大社区。你们想象一下， Ultima 已经被来自世界各地的280万人使用。全球基础设施的发展和 Ultima 硬币在众多交易所的自由兑换，使得 Ultima 硬币在日常生活各个领域，尤其是商业领域，具有盈利性、可预测性和适用性。目前 Ultima 正在发展成为从慈善事业到全球商业领域创新项目融资的独特工具，因此 Ultima 正满怀信心向顶级位置迈进，并寻求进入最著名加密货币排行榜的机会。如今 Ultima 硬币是所有加密货币投资组合中最有前途的资产之一。 Ultima 的目标是让每个人都可以轻松使用加密货币，不仅仅可以随处用 Ultima 硬币购买任何东西，还可以使用简单的工具自己去开采它们。获得 Ultima 最简单有力的方式是通过委托性的流动性池，它完全去中心化并由区块链控制。流动性池由用户自己填充，购买该产品时，他们缔结一个特殊的智能合约，根据该合约条款，通过给池子注入流动性，用户可获得每日奖励，该奖励是终身支付的。区块链按需发放奖励，您可以每天请求获得奖励，也可以等待一段时间并收取所有累积的金额。已获得的 Ultima 硬币可以随意使用、出售、炒汇率、购买本生态系统的其他产品或购买新的许可证来增加利润等。 Ultima 已被全球280万人使用，加入我们吧。